神卡当中哪个植物最强呢？被被认为是爆炸桑葚。不对不对，茄子忍者才是最强 ，YYDS。错了错了，你们都错了，我的仙人掌才是橙卡第一。别争了，我们可以找僵尸进行测试，反正他们罪大恶极。贝贝姐，我怀疑你在针对我。安静安静，从简单到困难，我们慢慢来。觉得谁